Yo, what's up, 大家好。三更半夜突然间想要 free， 所以我们就出来 free 啦。我们今天就要闯进这个商场，在里面度过一个晚上，是不是听起来感觉很 free 咧？走，快点，我们驾车进去了，快点，我要 free 了。OK， 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一个比较残旧的电梯，可能是这个商场他们用来送货的电梯，是这样子的。我们四个人在这一个商场的第五楼。算了吧，锁死了，锁死了。挖掘申请的时候，我们现在 CCTV 在那一边，然后我们要躲开那 CCTV， 冲进这个电梯，透过这个电梯下到楼下，再从楼下走出那通道，然后进去里面的商场。你还没有按 lift 呢，你还没有按 lift， 你要怎样进去？你所以这更明显了喂。还没有按 lift 啊。幸好啦，这个 mall 的电梯是没有 CCTV 的，所以我们在电梯里面算是一个很安全的空间。对，完全没有 CCTV。G 不能，G 有个桌子，对吗？比赛。OK，so 一楼可以吗？关着还是开着？你不忘记有件事情，正常一点，正常一点，正常一点。终于开回了，为什么上回了？这是二楼，按钮，按钮啊！这是二楼吗？二楼。要出吗？出啊！你在那边越出越危险。这里是。我们换地方，换地方。二楼一样，也是已经。这样好，哪一楼可以坐？三楼啊。CCTV。哎，这几楼？这几楼？五楼。因为现在关门了。这一个时间点，那个。KTV 的歌还很大声在播着，现在整间商场的店都关完了，我觉得可能只剩下 KTV 还没有关吧。
在这一楼应该暂时还算是安全的，因为如果我们给警卫遇到的话，我们可以讲我们是来这边唱 K 的。我们只能够下两个电梯，然后到那边就会给那个围栏锁着，所以我们下不到更下面的商场。我们可以从旁边那边跳过去，然后走下去。然后是不懂下面有没有干在等着吗？OK， 我们现在的计划是想要从这一边，从这个铁栏这一边，从这边跳进去，然后我们从这个电梯走下去，然后去到里面的找一间厕所，我们直接全部躲在厕所里面过一个晚上，到明天早上我们才出来。很吵啊 KTV， 几点了？怎么 KTV 还有人这样唱这样难听的歌？很难听。那些布置的人在工作，他走进里面了，在半夜在那边布置了。那工作人员他走进那个里面了，所以我们要去赛跑下去。所以我们现在要直接冲进厕所，在那边的厕所待到明天早上。所以现在跑进厕所才是真正刺激的时刻。那一边有 CCTV， 但是那条路是我们冲进厕所必经之路，所以我们怎样还是要跑过去。什么？哎，进来讲话，进来讲话。什么东西 ？OK， 我们刚才走下去不是一个圆圈的吗？那刚坐在楼下那个圆圈的玻璃旁边吧。如果我们这样走过了，楼下那一楼是不是？对，就是我们刚下那一楼背对着我们那个。怎么这个位置啊？我们只要一大边就看到我们了。好。OK， 我们现在已经做好心理准备，要爬着爬过去那边的厕所，因为只有爬着才不会给楼下的警卫看到我们。觉得啦，我们如果时刻要爬过去啊，sekarang mana sampai turun sini? Oh, sini. Up. Sekarang you mana sampai turun? Nih, lift. 确定了，上到了。Lift sekarang tutup ada. 没有，下面那边。Tutup.
们慢慢走。对，他们应该是我们走的。可以拿相机来啊，我们收相机的。相机手。关机。三班，班长，你下来。我直接跟他讲那边。好、一度。啊。Jumping。Yeah, jumping. Jumping. Yes. 啊，那个 DK 啊，爸爸。哦。啊。啊 ，Yes. 好，我看这个。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啊，对，啊，的卡巴，啊，奥多佩。不要这样。